经会，让蔡老师有机会再到淡水来演讲。我记得上次演讲是在淡江大学对全校师生演讲，那今天有机会走到这里来，演讲的题目是这个非常特殊的，转个弯找出路，转个裂找健康。简单的几个字，但是呢也代表我们一生。那这两句话从蔡老师的身上可以印证出来。什么叫转个弯找出路呢？人家讲说行行出状元，我想矿工小孩子那像老师这样的机会真的不多，因为矿工小孩子几乎没有机会读书。可是当我下到那么深的矿坑里面，38度和45度，我家10代都是矿工，到我这一代第10代，我挖了5年煤矿，感触很深刻，才知道说祖父爸爸是多辛苦。我压死一个人像压死一只猫一样，成为煤矿大爆炸，也不会上电视上报纸，所以这叫地狱生活。从地面到地底下2800公尺深，说真的我才体会到我真的要好好读书，再怎么辛苦我都要读书，不读书我绝对继续挖煤矿，挖到走为止，可能明天就走掉了。所以念头转，我真的很用功，创造了尤纳国小、复兴小学，27年来第一个考上省立集团中学，这就是弯转了，不要再挖煤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发生大爆炸，1958年7月12号夏季挖煤矿，然后到1960年12月14号，12号早上到12号晚上到天亮。闹鬼连续闹3天，最后发生基隆七星煤矿大爆炸，52个叔叔伯伯哥哥躺在矿场上面，我才14岁。我帮我爸爸帮52个叔叔伯伯哥哥用水擦身体、穿衣服、抬进棺材，抬到李伯伯剩一个头，一只脚一只手不见了，另外一半烧得黑黑的。当我用水擦身体、穿衣服抬进棺材以后，就跟我爸爸讲：“爸爸，帮我挖石头，挖没的李伯伯死了。”我一直哭，一直哭。他第二个张叔叔又剩一个头，一只脚、一只手不见了，又烧黑黑的，抬进棺材以后，爸爸帮我挖石头，挖石头挖没的张叔叔也死了。我一直哭，一直哭。抬到第三个哭得更厉害，我说：“干，剩一只脚、一只手，抬进棺材以后也不晓得张三李四王。”各位好朋友，蔡老师把52个叔叔伯伯哥哥用水擦身体、抬穿衣服抬进棺材，抬到第52个，我头抬起来看天上2排字，改变我一生。什么字呢？万贯家财3顿饭，1000户房屋1张床，万贯家财3顿饭，1000户房屋1顶床。14岁就这两句话摆在天上，让我看到到现在没有离开这两句话。后来应见一件事实是真的，你看看台湾首富再有钱也是吃三餐，对不对？一个多三万块也一顿，一碗五米线也一顿，满足就臭屁了。你有100栋房子，一睡睡床铺，一张床铺而已。各位，这里可以当床铺睡，你可能10点睡基隆，11点睡台北，12点睡台中，1点睡台南，2点睡高雄，困几天白都飘飘，啊，过劳死了。所以那么多房子干什么呢？哦，租人家或卖，就卖错了，夫妻吵架，都是你害的。3年前卖掉多赚300万，哦，也吵架。然后租错了，夫妻也吵架，租错人收不到房租，告来告去。所以各位，留德给小孩，不要留财给小孩。这句话是真的，我绝对不会留你1毛钱给小孩子，因为我没有钱。老师只有1栋房子，什么房子呢？当年是那个徐董欠我钱，我到事务所，会计事务所的时候，20年前，在那个
东岩院上去有个叫东势街烈山坡的门口那叫独栋五层楼，我就放到老师生病以后活过来，我把捐给基金会。今年五月四号开幕典礼，我们暑假在那办了4梯次的全国幼儿小的禅修，2天1夜，专告诉幼儿小朋友来，我教他们打坐。结训的时候，我们只想带他们去进山，整个马路全部去捡垃圾。当你看到这么多人把那个气、那个水瓶、把那个纸箱丢在路旁边，有时候想想看，怎么会这个条马路这么多垃圾？结训的时候，小孩哭哭啼啼，不想走。今年寒假还要办幼儿小的禅修，但是老师每个月固定1天禅衣免费，在座有想要报名的，我们1月5号，对，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的礼拜六，禅衣1天的时间，然后12月3号再加1月5号，每个月固定一次，然后我教他说，为什么？因为啊，老师真的转了弯，怎么转弯呢？等我每次哦，签完证的时候，我都跪在我家后堂，我家有一尊开山圣王，照顾我家100多年，菩萨原谅我，今年签证的50家公司，有40家账是假的，我赚了这300万昧良心，昧了16年，放下屠刀，说各位伙伴，我们合作这么18年了，很感恩，事务所不要了，钱也不要了。执照也不要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失业，转弯，失业怎么办呢？我想要出家，可是我发愿度1000个企业主去打禅期，还没度到，不能出家，我就一头栽进去。国泰人寿当业务员，大概台湾史上但没有这种人，自己的本业不做去做业务，不是，因为要度1000个企业主去打禅期，然后。也这样子踏进的保险业。当我进去的时候，第一天和第三天坐在那无尽的办公室，无尽的办公室，我说486P 什么意思？所以100多个的业绩，我说一个人包下这个业绩，你放屁！我说好，打赌10万块，我这个月做下这个是486P， 你给我10万块，做不到给10万块，真的打赌，打完了，我那个月做了3864P， 结果那10万块不给我，我去告部长一状。终于拿到10万块，就把它捐了。转了弯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呢，有一天，我就接到国防部一个电话，打到基金会来，打到我办公室来，跟我们执行长接的。我们国防部某一个单位想请你来演讲，他什么单位不能讲，只能跟你讲地址。哦，后来开车到锦屏路。秀朗桥底下一看，北基看守所、最高法院、高等法院，我怎么跑到这个法院来？进去原来是北基看守所，底下几百人。我演讲题目叫《永不放弃》，演讲了一个受刑人，就说：“我说你不准走，我说你要打我杀我，不是你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才能走。”我说：“什么问题？”这个好朋友，老师你小时候这么穷，你为什么会倒下去？我说：“好朋友，你哪个小毕业的？老师。”我交大资讯工学读1年，然后呢，我东海大学读1年。我说你怎么进来的？老师我抢劫。你抢多少钱？老师1000块。我说你坐牢坐多久？老师2年半。我说这好朋友啊，你当兵不好当，你去抢个皮包，抢1000块，坐牢2年半，坐完了继续当兵。当我走到门口，我看见招牌看了10分钟，我头低下来以后，就跟我们执行长张东秀讲，花店走遍台湾所有监狱，我真的做到了。65个监狱，25年，全世界的全台湾没有一个人做得到。立了监狱第4次，全部走完，走到17年前，走完的时候，我就跟我们局长讲，我说少管所应该从孤儿院去了，我想可不可以我们两个凑台湾台北市最小基金会资本的500万。我们来筹500万，成立一个基金会，花第二个业力，走遍台湾所有残障的幼儿园。我真的做到了。有刚刚一个企业主，他们来高额保单，
他还把叫这个蒋经天出来，然后他把他回扣这个退佣，然后就赎罪的退佣，年前出来刚好凑500万，成立这个财团法人矿工和调查基金会，对吧？前五年总会谈说财团财团通了个幼儿园，然后去演讲发展一个小朋友，财团小孩子不要成绩，老师推荐就给幼儿园小朋友。小学85分，小学2000，国中4000，高中6000，大学8000，硕士班块，博士班3块。前5年走6个半月，后12年办大会，在中油公司国光厅，每年大概700个小朋友还领我奖学金。我到今年总共花了8700多万的奖学金。因为小朋友考上大学奖助学会，我帮他缴。在我们基金会实习的，今天来实习两个小朋友，从小学1年级领我奖学金到今年大四。快毕业了，来基金会打工实习，我给他们实习费用，每天还是有薪水。真的，看到那个少管所云啊，都是孤儿院去了。早期孤儿院叫做没有父母亲，现在呢叫做育幼院。我最近哦感触很深刻，老师去年到彰化看守所去演讲。所长请我去演讲，底下600多个人在主道演讲。我说奇怪，为什么叫到左了左，在里头演讲是左道演讲？老师，我晚上睡在这里。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睡左道，睡礼堂，睡工作室，因为房间全部满，人满为患，房间没地方睡，因为监狱没有扩建。我说我演讲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现场贩毒吸毒的几手95%。我到彰化少管所去演讲，586个。所长请我去演讲，我看了直播，在台上盘着腿，心里很痛。全部12岁到19岁，我现场贩毒吸毒的举手90%。那我现在演讲完了，每个送他一本矿工的书，每个一点佛珠。我说这佛珠经过老师加持过了，各位我请我佛珠念阿本阿弥陀佛，举手，全部举手，点一掌。所长赞叹我蔡和正老师可以让基督徒的信众拿佛珠念阿本，这、就是我在20几年创造的奇迹，监狱受刑人基督徒拿佛珠念阿弥。当我把书送给他的时候，老师你演讲让我很感动。老师，我不会再做坏事的，你把佛珠戴在手上。我说好。老师，你可以抱抱我吗？好。老师，可以抱抱你吗？好。我抱完586个，回到台上眼泪掉下来。哪一个不是我儿女、孙子、啊？想想看，12岁到19岁是读书年纪呢，关在彰化少管所，这个政府在做什么？我真的很痛哎！几个月前，桃园女子监狱叶典狱长打电话给我，蔡老师，我现在从台中女子监狱调来桃园女子监狱，可以请你第13度来演讲。我说为什么？老师，现在关了2000多个人，人满为患，你演讲了很多人改过向善。我说好，典狱长答应你。那天去的现场600多个人。我说老师，演讲之前问大家一个问题：现场贩毒吸毒的举手95%。我每个人送来很有趣的球筒。下去送出一个佛珠，一个阿嬷说：“阿嬷，你给你贵盒啊，老师我给你贵族喜盒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进来？”老师拍谁哦？我贩毒还吸毒。阿嬷，你关多久？老师前前后后14年。阿嬷，你这个年纪，哦，老师我跟你讲哦，我假手假38年啦。老师我跟你讲，毒品真的是素的。哦，对，毒品是素的。各位好朋友，84岁还做阿祖。他怎么教育他下一代？他说毒品是素的，吃素吃了38年，白吃素，这样人关在桃园女子监狱。我上个月到辅仁少管所，我看台湾史上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得到，可以走遍台湾所有监狱。他每个人都欢迎，每个典狱长所长欢迎我去，因为我不是我抽到的监狱之神，台湾史上跟他受刑改过向善就蔡老师你。15年前到辅仁少管所。15年后再去的时候，100多个人，我心里很痛。所长跟我讲，老师现场这些90%都贩毒吸毒，5%当车手，另外5%可能就是诈骗集团。12岁到19岁，现在关在土城少管所，我们政府在做什么？各位，我心里真的很痛，很痛，非常痛。为什么？台湾有3点绝对没有救。哪3点？第一点，台湾变成负债累累的国家，
本来打完基因卡吧，现在你高雄负债3000多亿，新北市2000多亿，台北市2000多亿，你看苗栗县1000亿了，1000多亿了，一年多快2年薪水花不出来，每个月跟中央银行借钱花薪水，花员工的薪水，公务员薪没有薪水可以领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我们缴税钱到哪里去了？不是，我基金会在成华东路，前年只要汪马路，就问他哪个单位卫生下水道，哪个段新工处，哪个段电力公司，哪个段电信局，一条马路一年挖17次，美国、加拿大一条马路20年挖一次，这是台湾，真的很可怕。如果是一个私人机构会这样做，不会，怎么一年挖17次呢？统一挖一次不就可以了？你看马路坑坑洞洞的，更可怕的，我觉得追着真的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。你想看，高雄5000多个洞，台南3000多个洞，2000多个洞，那个气垫在铺的，那个气泵在铺的马路，可以陷进去2000多个洞，那这种很简单嘛。下一场雨而已，没有地震，没有台风，就偷工减料。真的，为什么这个国家到这种地步？第二点，台湾没有救是什么？台湾变成诈骗王国。你看，这全世界抓到全部是台湾人，现在关大陆3000人小孩关在大陆，骗东南亚，包括骗欧洲的人，既往是在台湾，既往是在国外，诈骗枪手。读到大学毕业变诈骗，各位有没有看到去年一个台大硕士进口9个洋娃娃，在台湾机场海关觉得洋娃娃怎么这么重，就把它破开来，哦，不是洋娃娃，里面前面海洛因跟大麻。海关问他说，你一个基本硕士这么低学府啊，怎么这走私毒品？你不知道吗？毒品好赚啊，硕士呢，高学府的硕士。有一个老师从生病到现在，来基金会，来自美国、加拿大、澳洲、纽西兰、非洲、泰国、新加坡、香港，这么到台湾，6800多个癌症病友到我基金会来。有一天有一个菩萨坐在我面前，来找我，我救活40几个癌症末期，跟我要活得好好的，跟老师有缘。那个菩萨大胆来冒起，他跟我讲：“老师，台湾没有救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？”老师不瞒你说，我是海信署副署长。你知道我们3年前在屏东一个铁皮屋工厂破获海龙大500亿，价值500亿，卖到世界上可以卖1500亿，可以容纳250万的中吸毒。最近的基隆又破一个毒品，价值台币1000亿。最近的大围又发现抓到500公吨的海龙跟大麻。还有老师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机器要驻罗拉韩国，很重，在台湾机场海关就打开来，里面一包一包的台湾茶叶。海关人觉得茶叶有什么台机器，人就把它破开来，哦，不是茶叶，那个茶叶包里面包的全部是海洛因跟大麻。台湾现在变成前东南亚毒品加工制造出口区。各位，菲律宾总统破口大骂，菲律宾毒品来自中国大陆的台湾，我们的领导者竟然听不进去。我以前走监狱的时候，关了95%都票据犯。先生开支票，男朋友开支票，太太坐牢。现在不是，关了95%都是贩毒吸毒。你知道清朝怎么灭亡？鸦片、毒品已经是蔓延到每天警察抓不完，车上、饭店都是毒。我们怎么办？我们下一代怎么办？公布最低性别11岁，现在变6岁，为什么6岁？很简单，毒品上把它做成糖果。经卫士托儿所幼稚园小朋友吃，那小朋友不小心就染上毒品，做成糖果。所以各位好朋友，我们真的要站起来，为了我们下一代，这是老师亲身的经验。真的，为什么要转个弯？为什么要转个店？各位想想看，我因为40年来3点睡觉6点起床，我以为我是铁人。没想到老天爷一棒打下去，多花些骨髓的冒起，全世界没有活着，台湾到现在没有活着。我开始腰酸背痛，到处推拿没有用，1年多，后来到国泰、台安、大安医院，所有医院检查
都叫喜胜，是我寿险肥大以及被癌症。有一天我在基金会嘴一旁眼睛一闭，我看到癌症冒起，我跑到星光医院去找肿瘤科副主任，主任请你帮我抽骨髓，蔡先生啊，哪有一个病人要求医师抽骨髓，我怀疑有骨髓有问题，请你抽，一抽完了当场可以做到的病人给我，蔡先生，你这个多发性骨髓冒起，你从头到骨到脚骨头里面88%都癌细胞，全世界没有活着，台湾到现在没有活着，我们希望没办法医你，你去台大龙总看的机会，台大陈主任、龙总、邱主任都我前后去同学，我说温主任啊，今天两个同学哪个脸比较大？哦，他当然个脸比较小，龙总的邱主任脸比较大，我说那我去龙总，蔡先生啊，啊你看医生找脸大小干什么？我主任，医生那边较大脸哦，较会医死人。那温主任说你看我的脸，我主任脸蛮大，哎真的，这个脸有关哦。当然有关，下游心生，真的，你不相信？你看，很多人下游变，为什么？因为象征的跟我们心成正比。到金龙头报道，前天跟我签约98次化疗，到化疗3次之后，我跟他邱主任对骂，不准化疗。蔡先生啊，那鬼辛苦都癌细胞，你不化疗，我主任嘛。今晚头壳冒了，头冒不到起，嘴巴冒喉咙冒，一口饭都不能吃，连水都不能喝，生殖器烂掉。不能小骗，小女快来做女医，连高的会变，高的变成血粒脓肿。哦，那你不化疗，去干细胞移植。我傻乎乎到无机室报道，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干细胞，因为多发性不能异体移植。什么叫异体？兄弟人配对，雌体配对，打下去就死了，只能自体。我今天抽到量够，只够。哎，我到无机室打一个人做化疗，一打下去瞬间昏迷，从头到脚黑的，嘴巴破、喉咙破、肠破、胃破、大量出血。我在龙总无机室将近30天，没有吃过第一米，喝过一滴水，每天吐200cc 的血，吐到除夕的下午，护士叫我停止呼吸啊，走了。我断气流见到阎罗王，阎罗王说大限未到，再补上一句话：老天利用老天爷利用天灾地变跟癌症在淘汰人口。四五七气喘救命救命要活过来，我在无机室盘着腿。我在龙总2年，没有再重复睡过一分钟。我每天白天晚上，因为痛，我都盘着腿，盘腿就不痛。因为你在用功，你的癌细胞在用功。我过来盘着腿在无尽室大坐呢，护士走进来看到，鬼啊，死掉以后坐在床铺上面。我去龙总73公斤，死了活过来40公斤，我现在60公斤了。各位，4公斤骨头还有就是皮，2小时流鼻血。问他总医师，我听你为化疗31次，干细胞死了1次活过来，变成了癌症，多发性骨髓冒起癌症，加血癌冒起，一个礼拜输1000cc 的血，我干嘛移植？我干嘛化疗？说阿先生啊，以1232/31号，30几年来，龙总干细胞移植7-8个月，当场就走了，活着已经不错了。移植到现在没有血数超过8了，我说早前干嘛移植？啊，移植完了变成癌症，你现在血数6，打一次化疗就死，请你回家，回家做什么？等死。我就黯然的离开，到现在10年，我没有踏进龙总半步。我没有去过门诊过，我10年还到处演讲，我现在癌细胞是零，转个弯就健康了，不是念头，什么念头？无助身心。我两第一本书叫《矿工儿子》，第二本书叫《王永庆的秋桃》，第三本书叫《癌末癌细胞不见了》，蔡和成癌末癌细胞不见，第四本书叫《蔡和成人癌共存》。我现在正在写第五本书。为什么？癌细胞本来就是我们身上一部分，你要杀它、毒它、置它于死地。对不起，我基金会一个董事6年，高先生是艺坛上面很有名的，在舞台蹦蹦跳跳，天天游泳。王金平把他找龙总的曾主任把他操刀，我说不准进龙总。你只要化疗活不过30，他活不过64岁，他不听，他进龙总2个月，化疗3次，我每个月每个礼拜去这个长春龙武临时病房看他。第一个礼拜就看到，董事长，对不起了，没有听你的话，化疗第一个礼拜癌细胞多1倍，都 A 药化疗，主任说下个礼拜变 B 药更有效。第二个礼拜再看他，董事长，你主任说 B 药没有效，下个礼拜换 C 药更有效。再一个礼拜就跟他坐着轮椅在病房里边，董事长没有用，
主任说有更有效方法，标靶药，自费220万，因为我高某某，所以送我对折110万。我说你真有办法，药还可以打对折，啊，打完医生赚，药商也赚，医院也赚，你再打你死了，你半条命也再打。哎，第三天我再去看他，不是啊，我的好朋友，哦，他请几天要出去玩，我看墙壁高某某三个字不见了。落叶逃离龙总，没有淡出言。进龙总，大步走进去，逃离的时候坐轮椅。318演唱会2月初打电话给我，蔡董事长，帮我多卖一些票。我说高某某大人，你快走嘞，你还这么爱钱，办演唱会取消，你318上不了舞台，不行。36个艺人，每个跟我唱一条歌，我要带他要跟大家讲几句话。我说你现在眼皮掉下来，眼睛盖住。喉咙肿得跟头一样大，话讲不清楚，你在台上做什么？我跟你保证，你绝对318号上不了舞台。被我骂完了，2月28号早上起来，新店别墅，他儿子还在睡觉，他愣起来没站，倒下去，头撞到楼梯口，送到新店慈济医院颅内出血，当场死了。318演唱会在场，我们最想都在场，36个艺人在国际会议中心，每个跟他唱一条歌，因为这个事，胡瓜、费金、张惠、朱桂亮，全部都是他好朋友。我感触很深刻，64岁过不了关。老师这辈子跟64个鬼相处过，相处2年、3年、4年、5年，11点出来，5点回到印场地里。所有书伯伯都跟我讲，小蔡你在阳间这个人在断气了，在肚脐下大腿的人一定下地狱。如果断气的时候在胸部、头部的人一定上天堂。我这几十年了，本来住院我没有看到一个人肚脐以上，都在肚大腿。我只有看到我妈妈往生的时候，24小时有事要跟她换衣服，跟肚子热烘烘的。第二点，你在当天记得，那你一定要活过60岁。如果没有活过60岁，往生以后，累生你在阴曹地府当不野鬼，连六道轮回一只马一只狗都不能投胎。你看他们出来11点、5点回去，都是未满60岁，永远不野鬼。第三点最重要，人在阳间两个大限，什么大限？4个9，0409、1409、2429、339，真的。你看我的好朋友64岁走了。你看，民事董事长蔡鸿龙79岁走了，我好朋友顾连松79岁走了。你最近看美国的王大人拿国家700亿、700-800亿，在高速公路开车，因莫回家，他跳车死了。为什么？89岁。你看4岁小孩在马路走路，头断了。北投的9岁小孩子死了。你看最近看那个好朋友54岁死了，为什么？4跟9。你看，注意看看，你看李国修、潘安邦，哦等等，所以不管赵顺也好，任何人，注意看你想到的，你看多少人4个9过不了关，俗称叫大限。那为什么有人没有呢？像王永庆活到92岁，有没有这种问题？古巴修来的，真的，人在世上一定要做一件事，财富自得在，法不自得在，无畏不自得健康长寿。真的，人哦，要修福修慧，意知前世因呢，今生受的是；意知来世果，今生受的是。真的，为什么这句话很事实呢？我跟我那个未来人寿董事长差不多一样，41年次。他出生哭一声500亿，我出生哭一声6万只，差那么多都姓蔡，同一个年纪，怎么差不多？可是我比他快乐，为什么？我走遍他65个建议。我每天，我从大陆、台湾，我以前都甚至到北京，红到不得了，那演讲一场都上万人。20几年前，我那时候当会计师的时候，事务所很忙，我在植物园旁边跑步，有一个孤儿院叫福安孤儿院，386个小朋友拖上车，问院长为什么把拖上车？我们要关掉孤儿院，为什么？没人可出钱。我说院长，这一年花多少钱？286万，到时候眼泪掉下来，蔡儿子，如果这辈子没死，我如果活过来站起来。我要走遍台湾所有孤儿院，协助每个小朋友站起来，造就我真的走遍台湾所有幼儿园。到今天，我们基金会17岁了，17年了，资本才500万，从来没有一个基金会这么小，可以做这么很有意义的事情，148000多个小朋友，所以今天很感恩，有机会走到这里，真的，各位，转个弯，我们呢，什么都转了，转个念，心念也转。恶化为心脏，对，总要找出路，碰到问题，我跟你讲。
过关难过关关过，哪有什么不能过的，对不对？行行出状元，对呀、啊，做什么都很好啊，只要我们不偷不抢，不唯唯作歹，所以走个练，放下，所以看破过放下非常重要，希望大家珍惜，把这个臭皮囊当好朋友，真的。台湾五分钟一个得癌症，台北市三分钟一个大肠癌，台湾现在每十分钟一个死癌症，所以癌症已经很恐怖，都是饮食、食安出问题。所以最后来跟大家报告，有十二种人有变癌症风险，一定要记得。第一种人喜欢喝果糖水人，第二种人蔬果吃的少人，第三种人喜欢憋尿憋大便，第四种人坐着不想动人，第五种人夜间不睡觉熬夜的人，第六种人整天充满厌恶、忧郁、恐惧的人，第七种人饮食不忌口人，第八种人。这个喜欢抽烟、喝酒、吃槟榔的，抽烟得了鼻咽癌、肺腺癌、胃癌；喝酒的大肠癌、胃癌；槟榔吃了得口腔癌。第九种人压力很大的，第十种人脾气很大的，第十一种人家族基因遗传的。阿妈得乳癌死掉，妈妈得乳癌死掉，那女儿可能有机会因为基因遗传。最后一种不相信因果的，这十二种人会变成癌症的候选人。所以希望各位记得，千万不要变成癌症的候选人。但是台湾没有一个人敢讲。这辈子到死的时候不会得癌症，绝对你讲不出来，因为食安饮食出了很大问题，我们的生活习惯出了很大问题，所以啊，臭皮囊当的好朋友。最后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老师的？没有，那老师想要教大家一个基本的动作，每天哦，每天记得这个身体就有用的。每天不管在家里或是说在任何地方哦，都可以早上起来做一件事情。我们的积水很重要，对不对？这个右脚抬起来哈，然后两手放在后面，利用这样弯，最好是越弯腰，这脚趾哦，拉这条筋，这叫什么？积水很重要。好，这样十二次之后再换一脚，好，这个一样，这条筋。弯，然后呢，拉起来，下去的吐吐气，起来就吸气，下去的吐气，起来吸气。这个这条非常重要，你这条如果出了毛病，身体就不好。第二点，我教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手背的力量往后拉筋，拉是手背的筋，然后记得缩小腹，然后。缩肛，拉着手往后拉，拉这两个手一样拉十二次。再来呢，就是拉这个手的前背筋。怎么拉？这个手哈，比如说我们伸出去的时候，这样子，靠，一、二，好的，一、二，拉这个前背的筋。好，然后筋拉完以后呢，我们如果能做得到，这个脚能够并拢哈。然后后面能够这个缩肛、缩小腹，然后用这个手靠左边靠往后，然后头往前，把尽量把这个后面的积水拉直，好，然后再来扑下来以后，放下以后再换手，换这一手这样子，好，再往头一样往前，一样十二次以后，好放下来，然后再一个动作就是。然后尾筋、尾背跟我们这个手指一样，再靠着，啊，头往前以后弯下来，然后往后，屁股往后拉，那手往前拉，然后再起来，这样哦，这样十二次，每天能够这样让这个我们的筋能够拉开来，就不容易生病。拉筋真的很重要，好。然后玩手机的人很多，所以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头低，低头组低到最后，你这个筋都出问题，尤其后面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拉筋呢，其实非常重要。那怎么样让我们能够比较能够自然一点？最后一种教大家，这个肩同头哈，然后往下弯，啊，然后再来背，再来腰，然后尾椎下来以后呢？然后用这个肩膀呢，那个手这样放，然后前后放，然后慢慢起来，一样从尾椎
然后到胸、腰椎、胸椎、颈椎，然后起来，一样做12个下，每一天都这样子哦。我跟你讲，你身体就不管你在哪里，都可以让身体慢慢恢复健康。所以筋真的很重要，身体真的很重要。因为老师生过病了，我才知道没有善待身体，没有把身体当好朋友。真的，我们讲好朋友讲三餐，当三也是我。可是这个身体是好朋友，健康很简单，哦，要健康长寿，心法非常简单，饮食、生活习惯。所以身性呢，第一个什么身体？身性，身体要健康，就是天天运动。然后第二个心性呢，就是清心寡欲。灵性呢，活在当下，慈悲为怀。习性呢，没有不良习惯，抽烟、喝酒、抽烟、熬夜、发脾气等等，都把它去除掉。最后一个，这个我们的这个食性，饮食清淡。那简单，我健康长寿是表句话，饮食清淡，清心寡欲，健康长寿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是做真都做不到，所以要饮食清淡谈得容易，要清心寡欲更不容易。脾气一直发，然后暴跳如雷，那怎么叫清心寡欲呢？所以各位好朋友，真的要做到健康不外法，不二法门，就是你自己要善待自己自己。好，每天想想看，我对得起这个身体吗？当你在吃那个鼎王四川那个东西的时候，你们想想看，你的肠胃受得了吗？不行，吃了再说嘛。啊，辣到不行，很爽。可是说真的，你肠胃出问题以后，最后我跟你讲，这个身体臭不了给你100年了，可能20、30年就把它糟蹋了。所以千万记得，真的健康才是不二法门。再多财富，有了4、5千有用吗？没有用，一样。我们两个都在龙总，好，一样还这么气。但是蔡老师竟然可以离开龙总，有人就离开不了，为什么？就是很简单一个道理啊，阳寿已尽啊。啊，你这一生有没有行善？这一生有没有多积福德？有多做善事？你想想看，你看那个脸书的那个董事长，30几岁娶一个大陆妹，等了4年生一个女儿。那大陆那边跟他讲说，老公，我们脸书价值5、600亿，留5%够生活，把98%捐出去，95%是500多亿的美金呢，捐掉。这是30几岁一个美国人，前中华民国大陆来看到华人有这种人吗？没有，不可能，绝对留给儿女。真的，我到现在看到有一个人可以大布施的做到，那真的财务都是空的。老师再跟大家讲，罐罐家财三顿饭，千户房一张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带走的是业障，大业往生，何苦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在这里一定要记得，生也苦，老也苦，病也苦，死也苦，怎么离苦得乐？老师在龙总跟说，还在对我讲，我绝对不会死在龙总。他们笑我，你多花去苦什么去？我说我怎么走呢？我走了一定双盘。跟儿女孙子讲，阿公爸爸大仙到，该走了。老师可以这样双盘24小时，我18年不倒单，18年没再重复睡过一分钟。我40几年坐飞机，从台湾到纽约、到澳洲、非洲、加拿大、美国，上飞机小孩要被毯子，小姐你不要送东西给我吃。我从台湾到纽约10几个小时，我没觉得上过厕所，没觉得吃过东西，我只过一分钟。飞机到牧师、神父，在家中、出家中，点击看完睡着了，醒过来早餐不吃完，午餐又来，肚子还胀胀。快比我12个小时到纽约，我回去我掉下去怎么办？各位，老师从台湾到纽约只过一分钟，在机场腿伸下来走了。为什么？这叫定。其实人来世间哦，真是要了掉这生死观，要不然最后90%躺在医院插鼻管、插胃管、拔管的时候，眼睛这么大，你去安宁病房，我去送书，那个眼睛都这么大走了，痛不欲生的走掉。5%、7%、8%的都意外走掉，26个坐月在台湾玩，好高兴哦，结果没有回去，游轮车爆炸，43个坐月车，33个死掉了，9对夫妻同时报道，那一天不要去玩不就没事了吗？哪会死？又没得癌症？我跟你讲，没有智慧啊，怎么知道那天会出事呢？如果你今天那天在家里，啊、哦，不要出门，说真的也没事啊。可是逃不过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不知道，生死哦，有时候注定。那个，
那个结束你根本逃不过，你敢心快去喝个喜酒啊，下楼而已啊，你看咚摔跤就是了，对吧？下楼而已啊，你年纪也不大，六十几岁而已啊，年纪也不大，对不对？就摔死了，哪有可能那个楼梯天天那么多人走，对啊。最近有一个大人也是在那啊，吃完这一半哦又走了，所以大家都说最好那个饭店不要去了怎么这么恐怖啊啊，不是，其实不是，都是时间到了，对啊，时间到了没有办法。所以希望今天能够一小小的这个心愿跟大家来结合，希望能够把心脏带着心脏阳光，每个人能够把这个痛苦，事业苦劳苦，病有苦，死也苦，离苦得乐，怎么能够离苦得乐？我希望大家记得，财布施的财，法布施的这个无畏布施的健康长寿。蔡老师给一位小朋友讲的经叫财布施，我把矿物质还有去给我来往消费的人俩共存，各捐出十万本书，捐到哪去？全国六十五个监狱受刑人，全国小学、国中、高中、大学，全国所有公司立图书馆，全国所有医院，全台湾所有癌症病友，全世界所有癌症病友。这叫做法布施，用一本书可以帮助他过这个关卡，改变习性，改变生活，然后多活了很多年。这叫法布施。什么叫无畏布施呢？一个录音带《人鬼传奇》，一个录音带《矿工儿子》流遍全世界，只要华人地方就有那个 DVD、CD， 全世界流传四十几年。所以写英国神父杰比没写个太儿子，那叫无畏布施啊。不欺贫，没有任何人看到人也知道，哦，我这个很棒，每天一直传一直传，也没有写个蔡和财。那就是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，真的不容易。就是你要真的有念头去做，要不然想想看，多安心古神莫奇今天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结缘，怎么可能？你看哪个多安心古神莫奇可以活的？全世界也不错，台湾也没有活的，不容易，因为骨头里烟杀也杀不到，也不能开刀，对呀。所以其实癌细胞不恐怖，你在用功的时候它也在用功，你把它转变，它现在变成好细胞，就这么简单。因为我知道我善待它，所以因为是现在关系，也谢谢各位给老师这个机会。那最后有没有问题要问老师了没？有没有问题？都没有问题了，希望大家把心找到了，在心上用功好不好？对，师姐你跟他讲你心在哪里，心裂心的种，我心在这里，师兄你心在哪里？他心在这里。各位，在第一位受刑人心在哪？心在这里。我心在家里。各位，我再跟他讲一遍，这叫心脏。你把患者人工心脏一样归给阿本阿弥陀，这不叫心。我教大家把心怎么找到。这脉光本来在右手，在左手。我先起个念头，我要把脉光交给右手，念头来的时候，我又推过去。刚才念头才是你的心，这叫心脏。你为什么现在坐在这里可以念阿本阿弥陀？你睡觉心还在啊？为什么你睡觉不会念阿本阿弥陀？人到走的时候都找不到自己的心，所以就走了浮浮沉沉。其实把心找在心上用功，每天看着他，哦不对，哎不对，阿本不对，阿本。所以为什么老师教大家把癌细胞当耶稣使者，或把癌细胞当癌菩萨，就这个道理啊。你可以转一个念头，把他当菩萨，你怎么会杀他呢？你毒死他，你看杀完了以后以为好了，毒死完了以为好了，结果转到脑部就死了。你看才一年而已啊，他本来是大肠癌二期，开刀化疗以后以为好了，我们食道癌二期开刀化疗了，结果你看一年转到。所以各位想，这就是一个念头，念头不对的时候，其实说真的结果不一样。还有在座老师最后跟大家分享，如果你抽烟的把烟戒掉，记得太太抽烟，先生抽烟跟不抽烟，太太得癌症四倍，所以千万把烟戒掉，不要害太太得癌症。来记住，几百个都是先生害的，因为烟哦，晚上睡觉在房间里面八个小时，晚上先生从肺部吐鼻子吐出来，你固定给他，隔壁太太吸了三年五年十年就，太太得癌症，所以千万记得善待身体，好不好？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我出生在一个暴力的家庭，没有任何原因的，只要爸爸喝醉酒，我就会遭受到痛打。因为失亲或是家庭重大变故，孩子进入育幼院，这些孩子的童年都很短暂，他们心中都有着无法言语的伤痛，
也必须要被迫提早长大。我们是矿工儿子教育基金会。小荣从国小持续领奖学金，到大学即将毕业。而小杰呢，在圆梦舞台表现优异，除了领才艺奖学金，还曾经远赴波兰做表演。这些谦和有礼的孩子，在基金会打工学习，也照顾着院里的弟妹。孩子长大了，懂得感恩与惜福。看见孩子们努力正向的成长，也看见孩子们有向上提升的机会。因为您的一路相挺及支持，孩子们呢，也在您的爱心灌溉下长大茁壮。诚挚邀请您及您的一家人一起来关怀弱势孩童的教育，为他们加油打气，传播爱与希望。